做那个算盘子，客家人的算盘子。现在我要去皮呀、啊，黑皮。做这个算盘子哦，一定要买槟榔叶比较香，普通的那种芋头啊不香，就是要槟榔叶。切薄，拿来杀，切薄就很容易熟嘛。盐，这个水要该放盐，一头嘞就放下去。盖住它，给它熟，不要这样大火，等一下它烧焦。大概也是15分钟这样左右啊，好了。嗯，那现在我们那芋头拿去蒸熟、杀熟哈、哦，我们就用切材料。香菇也要切哦，也是切粒状啊。嗯，现在我们来切这个素火腿，因为我吃素嘛，我都是做素的。不过材料啊、东西啊，面前都是你自己喜欢放多少多少少啦。我也不要太少，太少就不好吃了。这个也是切粒状啊，原先东西是切一粒粒的。起哦，切差不多这样子了，小小段了。那有些人吃荤的来讲，先放葱花那些咯，葱花芹菜咯，我是放盐鸡了。OK， 等下用，这样就切好了，等芋头熟。这样就熟了咯，那我就在那个拿这个锅铲来压一下。那个杀鱼头不可以太多水，别太多水啊，水分量很多。等它凉一点，我们就来放薯粉。先可以加点薯粉，不可以一下子放多多啊，慢慢放。像有些不熟的，不像生水啊，要拿出来，多少一定会有的。
这种东西哈、啊，这个哈、啊、竹笋很难称啊，因为哈、啊、那个芋头哦，不知道你是会怕放太多水，就可能要用比较多竹笋，自己拿捏啦。像这种一粒粒好像是不散呐、啊，就要拿掉，没磨一粒粒磨很难磨啊。这种就是生水哦，不烂的。就可以来磨一粒粒，嗯，这样子就可以了，不一粘手了就可以了，可以磨一粒粒。我们开始磨一粒粒，这样子磨给它圆，啊，那手拇指这样压下去就个洞了，就算盘子哦，算盘样哦，要用一点力哈、哦，它才不会裂的、啊。放一煮给它滚先，才可以放那个蒜盘子。我们开，这个水滚了，打开来，这个就可以放下去慢慢放。现在我是做很少啊，就一次过可以放完下去，等到做很多就不可以下。不要去弄它，等它还会浮上来的，熟了它就浮了。它浮上来就要反一下喽，反一下哦，它大力一点哦，就够熟了。因为它粘住一家人了，放冷水啊就不会粘。等下炒的时候要加点水嘛，那芋头水香香的啊，留一点啊。等下热，热了放一些油。香菇了，就那个料没放多，没放太多了。这种材料啊，自己喜欢放多少。香料就放这个香菇，油少放一点，比较香。你喜欢要放多少料？放一些多。酱油放一些。
再汤。再炒不动了哦，这个放盘子哦，就可以捞来盘进去、啊。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很香啊。